老肖嗨成这样，全是因为小孩满月啦。不过这小孩不是他一个人的，而是狮子合唱团一起生的孩子专辑。为了庆祝狮子合唱团出道满月，萧敬腾带着团员们分送油饭红蛋。也许是开心过头，世人竟然自爆私下小秘密。他喜欢周强的小弟弟互动过吗？有的时候我们三位一换衣服的时候一起，换衣服的时候一起互动，对不对？把团员这几彼此都会聊天。我没有想到你们过去一个多月以来的话，这成团到现在竟然感情这么样的深厚，对不对？喂，别想歪，周强的小弟弟是指他儿子啦，想到哪去了？不过只能玩别人家的小孩，老肖不会想要自己的小孩吗？我一直很希望自己有小孩，对，对，但是就没有嘛。你目前没有。寻找小孩吗？寻找对象。我其实有在找小孩，因为我很想领养小孩啊。我也询问过领养小孩的过程跟条件，我是有在计划的。不只有计划，甚至小孩性别老肖都想好了呢。那女孩子跟男孩子肯定就不太一样，对，就怕女儿会嫌爸爸幼稚，男孩子不能简单。什么意思？男孩子不能简单，简单，对，哪里简单？就是要有所成就，对吧？